裁切部分的话，就是我要把上面部分去掉。那大概有几个方法。方法一，如果你用什么这个选取工具可不可以？而且也可以啊。第一个，请你把它选一个范围。那选的范围是什么？你可以选一个，这边可以改成什么？本来是这样选，可是这样选哈，基本上很难刚好选到那个什么就是640×560。因为怎么选呢？你要选出来，那所以这个方法不 OK， 那怎么办？先把这个取消选取，只要虚线你必须要取消。那怎么选会比较 OK？ 就是这边有一个叫做固定的什么尺寸，那自己输入640，高的话560 OK。那再来你可以怎么样？点旁边这边点这个一下，点一下，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你怎么样产生一个选取区域。那这个区域的话，刚好就是640×560。那可是问题它的高度不对啊，你可以怎么样往下拉一下，点一下往下，你会发现它会自动怎么样，自动吸附在下面。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把我要的部分选起来。接下来呢，你就把它裁掉。那裁掉怎么裁呢？在影像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叫裁切的。那你可以怎么样再把它裁切，这样就 OK 了。啊，记得最后要把这个选取区域怎么样做取消选取，否则虚线一直都出现，这样会干扰到。OK， 这是方法一，用什么？用那个这个就是叫做矩形选取了矩形的你不要选错了，不要用椭圆，椭圆选完之后变就椭圆的。OK， 好，第一个的话，我们用矩形的那个选取方式来做。那方法二的话呢，你可以用什么？用这个裁剪工具。我先把它 Ctrl+Alt+Z， Ctrl+Alt+Z 的话呢是复原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先把它复原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把它复原一下这个 Ctrl+Alt+Z。 那比如说你要复原的话你就在这个把选取区把它取消掉。好，方法一 OK 方法二用什么？用那个裁剪，像之前我们好像有做那个什么，那个大头照有没有大头照？如果你刚刚好要固定那个大小的话，那你可以先缩放之后再来裁剪，那裁出来就是你要的大小，那你才有办法那个用图样的方式填入那怎么样利用这个什么？这个叫裁剪工具那很简单，你可以先，因为我会有一个尺寸。所以呢，你这个地方的话呢，有一个叫原始尺寸，或者你就改成未强制好了。未强制之后的话呢，它就不固定，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改成640×560，一样可以怎么样？给它一个大小。不过给完大小之后，它预设是从中间的，那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你可以怎么样呢？去直接怎么样移动这个框框。不过你会发现它移动的我们刚刚是移动什么？移动那个选举区的。不过它这个裁剪刚好颠倒，它现在移动的是移动背后的那一张图，所以怎么办呢？它中间不动，所以你要移动往图什么往上搬，那你会发现它会自动帮你吸附上去之后的话，刚好这个裁剪范围是我们要的，对不对然后你就按打勾，有没有右上角这个打勾？打勾之后的话呢，它裁出来就会是我要的结果了。反正结果都一样啦，只是说你看哪一个你比较顺手，你就用哪一个。好，那这个是方法二那我把这个地方呢，再把它还原一下一样，把它用Ctrl+Alt+Z， 好，复原了。方法三，方法三的话，不过教这么多反正就最后考试就用了一种就好了。最重要就是你要能够裁得出来了好，那第三种我是觉得应该会更快，叫版面尺寸。我刚刚讲到的，那这个宽度你把它改成560，不过特别注意你到底是要往哪个方向跑？这个有点，我觉得它这个设计的没有很好。其实应该是怎么样？因为你要点的话，记得就是要点这个，记得你不要点错，不是点上面的，我刚刚点错了，点这个下面这个，好。那做出来的效果就是什么？它往这个地方帮你把560，其实只有560这个高度更改了所以点下面这个锚点，按确定之后的话，
然后他问你说，哎，是不是要裁剪？啊，按继续。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的那个锚点没选错的话，基本上马上就可以看到效果。那基本上它的那个锚点意思就是说，我把我要保留的部分，你给跟他讲一下，我要下面这个部分，所以上面部分他就帮你裁掉了。OK， 他会帮你变形的哈。那当然，除了说上面裁掉之外，当然在那个版面，记得哦，是版面尺寸哈。但你可以设定更多，反正裁出来的就会是你要的，上下左右都可以。OK， 会有三种方法哈，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哈。总共那个裁剪哈，一用这个，二。三 ，OK， 那哪一个比较顺手，你就用那一种 ，OK，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啊。那请各位就是主要有一张图，我希望把那个它的上面的部分删掉80个像素的话，好，那总共会有三种方法了。那三种方法各位可以试试看。那做完之后的话，记得哈，如果你有选取区域。记得一定要把那个选取区用选取里面的那个取消选取哦，不然的话那个选取区会一直干扰你，你做出来的结果就会有问题哈。那再来的话，就是利用裁剪，最后就是版面尺寸，有三种方法哦，试试看哦。其实这都非常重要，因为平常哦，你只要处理到图啊，一定都会需要把图做一个裁剪，先把尺寸缩小。然后再来裁剪，像那个，好像是上个礼拜哈，上礼拜吧哈，练习那个大头照的那个部分，也会需要用到哈，那个这个部分哈。